Okay, girl. Thank you.
阿全，来麻烦你那边。 当您看到孝子爷的画面时，常常会伴随着悲痛的哀哭声。其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：孝子爷或叫孝子伯，也叫麻衣神。《集市24孝》一书中，克木是亲故事里的主角丁兰。民间传说，丁兰幼时丧父，务农为生，却不孝母亲。一日，丁兰在田中休息时，见到幼鸭反哺母鸭，又看到小羊跪着吸母羊之奶，终于唤醒了他的孝心。他醒悟了。 忏悔了，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连禽兽也不如，乃不孝之人。就在当时，其母举举送饭而来，他决定向他下跪认错，请求原谅他的不孝。于是飞快地跑向前去迎接，但是这举动却吓坏了其母，以为今日发了狂追上来打他，一时心惊而跳入旁边的潭里自尽。丁兰克木是亲后，披麻戴孝，日夜哀哭。 最后哭到双眼出血，几口喷血，舌吐出而死去。 相传黑白无常生前皆是担任衙差，二人自幼结义，情同手足。因押解犯人途中，犯人逃跑，二人分头寻找。 并相约在桥下会合，不见不散。没想到此时忽然发生洪水，水遂溅快淹没二爷，但二爷想到大爷临走前的叮咛就是不敢离开桥上，坚守信用，警报桥墩惨遭溺毙，因而被淹死，故脸不成黑色。大爷赶回来，发现二爷已淹死，知道是为了等自己而死，深觉对不起兄弟，于是大哭一场后，在桥墩上吊而死，故其造型口吐长舌。最后阎王爷嘉勋其姓以身重，追封二人为黑白无常。 成了阴曹地府的衙差。至于三爷，也称为孝子爷，但实际上生前却是个不孝子。大、二三爷伯除了各有自己本身的责之外，回顾他们的故事，其实也对外传达了信、义与孝的三种美德。这些传说有多个版本，充满美丽的神奇元素。 哇！放鞭炮，放鞭炮！哎，靠！大门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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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靠！大门没
大二叶伯的共同点便是均为驱鬼平妖、除奸去恶、主持正义的将军。平时大二叶伯会带着大批捕快在阳间巡狩，一方面向判官提供每个人的事迹，一方面讲善罚恶，主持人间正义。由于与人息息相关，所以最受人们敬重。